二位同志辛苦啊！我是岛上的志愿消防员，我叫毛孩，欢迎来岛上。你好，我是四级消防士李希成。四级消防士冯哲。哎，你的。老鬼，我看这两个还不如以前那几个好。我要么用不了一个月，我就得把他们送回去。在这岛上，不是熬人，是熬心。真正有能耐的，怎么会被流放到这穷乡僻壤来？ 我觉得您可能太低估我们的实力了。哼，哥，好像有点糊了，尝尝。喂，一冰。喂，西城。我刚来到这个岛上的时候。 这么好啊！你看现在才几点啊？5点半呢，5点半啊！我叫你起来了吗？你号角声音这么大，谁听不见啊？还有啊，现在呢，消防已经改制了，已经没有什么起床号了，我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。我就知道你们不够格。小子，听好了，消防改制改的是制度，不改的是精神。你们连早起训练都做不到，凭什么做消防铁人？ 走，班长，等一下我，快点。